跟住嘅节目咧系一个合唱嘅节目，咁咧佢哋嚟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，胡宝文同学同埋杨以琪同学会为我哋介绍佢哋嘅节目。大家好 ，Angels Carol 内容讲述耶稣降生到世上，为世界带嚟光明、盼望同爱。圣经入边提到喺信、望、爱呢三样嘢之中，爱是最重要的。作为一所基督教的学校，我们希望可以藉着这首歌曲，将耶稣基督那份伟大无私的爱传扬开去。行星上的巴奥巴是由我们其中一位指挥曾淑恩小姐亲自作曲填词，内容是取材自法国儿童文学小王子。巴奥巴是一种植物，宇宙入面各个星球都藏有住它的种子，它的根在生长的时候会贯穿整个星球，最后令星球破碎，这样就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芥蒂，当我们不去理会它的时候，芥蒂就会好像巴奥巴树这样不断扩大，最终令关系破裂。唯有学识互相爱惜，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才得以延续下去。有请大家细心欣赏我们的演出，多谢。We